今天咱不都上大牌是徐富凯、小凯哇！这礼拜的这部来得听小凯，讲到演唱会啦哈，讲到伊在歌坛来得哈，怎么样去努力去拥有这么多的粉丝歌迷哈？我感觉真重要，一个重点就是讲他其实随时都把自己准备好在备战的状态哈。当然人讲环境的压迫哈，好你有一挂压力哈，让你去面对更好求新求进。不哈啊，然后阿里好不？我看，徐富凯好像目前接受的还蛮好的哈、来看一些新歌哈，这是徐富凯给的词曲《万一》。听说了嘞，那来跟小凯好好来开讲哦。你一个美丽的暗暝，点下头留下相爱的记忆，虽然无大卡的手指，但是有为咱见证的天星，给一个美丽的城市，为咱写出上感动的歌词。从今以后，有我就有你，万里一声我愿意。你是阮人生上重要的决定，给你一个完美的人生，请你无论如何一定着爱相信，对你的爱会永远坚定。你是阮人生上美丽的过程，你的笑容上美的风景，请你无论如何一定着爱相信，幸福予咱做阵完成。相爱的记忆，虽然无大卡的手指，但是有为咱见证的天星，给一个美丽的城市，为咱写出上感动的歌词。从今以后，有我就有你，等你一声我愿意。你是阮人生上重要的决定，给你一个完美的人生，请你无论如何一定着爱相信，永远坚定。你是阮人生上美丽的过程，你的笑容上美的风景，请你无论如何一定着爱相信，幸福予咱做阵完成。请你无论如何一定着爱相信，幸福予咱做阵完成。徐富凯的歌迷哈是迪德丹金嘛，德意国都来对哈，应该是上上下下哈，这个年龄层最宽的一位哈。啊，对，是不是？对，是哦，对，很妙啦。大家都想说哦，我想要去抓哪个族群哈，但是我觉得你有一种人气哈，是很微妙的，因为你当时
我记得有一集你的收视率冲到五点多还是多少，很高很高，大家都在期待说，哦，都在帮你集气，你知道吗？我们在那环楼上啊，你说我在比赛的时候 ，OK， 你去想哦，嗯，当然比赛就是很刺激，嗯，很好看，对，但是选手可以被大家期待集气，然后美术刚刚引到了囡仔被这种爬落来，一关刚刚，那集我就觉得说，哇，这个人真的很。你觉得你何德何能？你会觉得很了不起吧？不，那时候对我来讲，我说那时候比赛，我真的是为了100万的奖金，我完全没有压根说我一定要发专辑，哦，或者走在这一条路上。小鼻子小眼睛，真的是。对，那时候真的是这样子的想法，因为在这个之前你已经跌跌撞撞好久了，嗯，对，嗯，所以你想说你就抱着一种哇啊喝啊不要嘛不要劲啊那样，嗯嗯嗯，那就没想到说你在比赛的过程，如每一个礼拜都有新的面孔来跟你加油，然后他们自己。对，自己组团来，然后你在舞台上面，有的时候还有一点点担心跟惊讶表情。我心想说，这个人也太会演了吧？我是真的惊讶跟，对，啊，我没有演，是真的惊讶，想说哇，就是那样的真诚感动了大家，然后大家就很紧张哦，嗯，然后我想说，哎，这家伙真的是，哎，越来越有人气，越来越有人气，最后呢过关了，你过关说了什么？阿里阿扎说了一堆。我过关了，嗯，现在我讲我忘记了，欸，我过关好像也没讲什么啊，就是只记得哭而已啊。对，太感动了。对啊，反正是我妈说她是靠傻，好干嘞。有没有觉得真的是一路走来很辛苦，在比赛的过程？我觉得其实自己不辛苦，我觉得是家人的陪，嗯，家人比较辛苦，因为，嗯，就刚提到的，其实一路以来就是这样子跌跌撞撞，那其实家人在后面。他们是一直推你，嗯，就说就去就去就去，一直给你。我们家是不会讲那种鼓励的话，可是你可以从他们的一些言行举止当中知道他们想要透露出什么。嗯，对，所以也因为他们，我把自己撑住，说喝啊，不然气垮麦。嗯，不过你要蛮感谢，是因为有电视的比赛，是。那我靠，比赛真多嘛，哈，大大小小的比赛。可是你知道，我跟你讲，这是缘分。嗯。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我爸妈我只要回到家，欸，周休二日的时候，欸，他们就是在看明日之星，嗯，对，反正这样讲也没关系啦，嗯，就是我那时候看，我想说我不爱个唱台语歌，我不要比台语的那个歌唱比赛了，嗯，不想，所以他们来看的时候，我其实都去做自己的事情，嗯，怎么做我自己，然后都我是不爱，嗯，然后啊怎样？就是你该去，你就是爱去。啊，后来谁报名？后来是因为制作人他可能去问其他的啊，比如说一起比赛的，或是一些歌唱老师说，啊，有没有好手？我们推荐的谁啊？然后就有个老师说啊，以前不是有个徐富凯，他现在跑去哪里了？这样子，嗯，然后辗转就这样子联络上我。嗯，那那时候其实那时候去比赛的时候，扣场也让我。停了一段时间，嗯，他就说，因为现在就是在比赛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在线上，他觉得说你再上去互打也没有用啊。哦，他对你有想法的，哦，他是对我有想法的，嗯，对，所以他一直我差不多等了半年我才上去比赛。那在半年在干嘛？因为我还有在驻唱，我那时候在舞厅驻唱，哦，所以我也刚好在舞厅那段期间，你就是一直练唱，一直练唱，就是把。储存自己的能量这样子。嗯，舞厅要唱很多不同的节奏，对不对？哈，一天13首 tempo， 什么样的节奏都要唱，因为可能跳步嘛，哈。对啊，还不能那个倒板，不行不行，不行也不能太 accento，嗯，然后太自己自由拍都不行哈，不行，对，不行，很有意思哈，嗯。以前我唱过几次这种舞厅的感觉，我觉得还蛮好玩的，我好喜欢哎，欸，节奏一直跑，对不对？对啊，而且你可以唱你自己喜欢的歌，而且。在舞厅驻唱，你是一直在练歌，嗯，练歌很多，对，你不用讲什么话，嗯，对吧？不用讲话，不用讲话，探狗唱三条哈，对吧？啊，吉鲁巴三条哈，恰恰两条，对，好开心了，啊，哈，嗯。所以那是不讲你带哈，但是我觉得舞厅的这个环境是一样的，现在越来越少，嗯，真的哎，好少，哦，对啊，我那时候还跟我老板说，嗯，啊，过关的时候你也可以让我回去唱舞厅嘛。因为就我觉得说，我跟那边我很快乐，然后可以练歌，我觉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啊。是，而且这个你知道，小凯是很有人缘的哈，一家他都围起，弄臭逼逼哈。哎，这件事情也不容易哈，
真的，像我在看你在上明日，后来后面的集数，他们不是因为觉得哎你的人气很好，所以他希望你都站在旁边，然后比赛的时候啊你啊哈雅文啊哈或怎么样，你们会在那个地方，然后访问也好啦，搭腔也好啊，是。可是我觉得你没有很自私的希望把自己弄得好像我非要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我是个疯子，我只能这样讲，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一定要怎么样。其实我是个很邪心的人。对嘛。公司走错路线了，真的。不会啦，我还是会保留这个专辑里面的样子啊。只是说有时候上节目他们需要一些很好笑，我也可以很好笑。真的、哦。对。我没有包袱。在这张专辑里面，除了第一首歌很劲爆，然后呢第一主打歌单薄矮哈唱得非常好以外，有一首歌、啊、把 Bingo 真的吓到我，我想说诶这哇塞。不会吧，那个前奏一出来，我想说这是徐富海的歌吗？他这样唱的吗？结果你那个演歌唱得这么好、啊、这首歌是我录到已经断气的一首歌。怎么说？因为他其实对了，他其实接得很紧了、啊、一直在高音，然后一直在高音，对对对 对, 对，然后唱到那个空调已经很冷了，我刚刚老师说，老师你可以帮我再把空调调低一点吗？我觉得我快要没有空气可以呼吸了。对，然后录完之后曹老师就说他很爱这一首歌，因为让他想到他以前在北投当乐手的时候。那卡西的时候。对，那卡西的时候。哦，我够听爱啦。而且你知道吗，这是林中松老师写的歌。是。林中松老师写金子很带过。我们在说哇一按感下一下都很到。很到位，真的非常到位。好好听的修炼习作。那你听这样好不好？好呀，你的月光怀念的往事，情淡薄的忧闷，等到最后一班车难舍难分，不甘离开心乱纷纷。一阵蒙蒙的小雨落甲心酸酸，思念你的心犹原烧烫烫。时间拖磨着咱相爱的灵魂，甘在阮想你的时阵，不管有偌多坎坷路长，希望早日期待你我相逢，一步步无心注定做心的错误，漫过牛。相爱的灵魂，甘在阮想你的时阵，不管有偌多坎坷路长，希望早日期待你我相逢，一步步无心注定做心的错。